你好，徐坤哥，欢迎收看九月八号的《中嘉台南顶新闻》。议员林美燕在中时讯指出，目前台海局势紧张，台南市阁是有机场、有港口的兵家必争之地。不过，相关的防空避难引导却是雾沙沙，民众根本不知道要避躲，要求市府提早因应做好防空避难的相关规划。一般人民表示，过去细汉的时拢有空袭的教育演练加宣导，现在敢那拢无。不过因为两岸情势紧张，议员指出，伊实际操作是伫警察局网站的防空避难指引发现，但其所提供的避难场所竟然拢是民宅，质疑毋是应该伫大楼地下室。马进一步要求爱像台北设立 APP 超前规划，万一发生战争，让市民知道如何在上短时间找到安全的所在。因为咱台南市有啥？有机场，有港口，而且机场跟港口都位在我们南区安平区，而且我们有一个便利的交通管呢。我们八六也好，我们的这周边的一些交通的连结，我们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在整个地理环境底下，我们有看到我们台南区，我们的那么条件很特殊，我们在南区、安平区又必须要第一时间去面对，因为这些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们如何要未雨绸缪，启动你认为呢？你提供的这些防空避难所资讯，你觉得建构的非常完整吗？第一点，在战争的时候，尤其在空袭的时候，网络一定瘫痪，所以你根本手机也好，网站也好，都没有办法去找。人的习惯的行为就是就近找掩蔽。那我一定劝告大家，第一个，不要找到公家机关，尤其是政府机关。为什么？因为它是攻击的目标。好，政府机关一定是攻击的目标，让你瘫痪掉嘛。军事设施一定是攻击的目标。机场、港口也是攻击的目标。除了这个东西，所以一般民宅啊，它不会比较不会攻。接下议员嘛关心安平离奇国体海沙屋对1803年到达一拖七档，希望早一天协助住户完成改建。据处大桥表示，8月28日已经有厂商挂标，后续就是预约，希望九月达成共识来协助进行都市更新。咱的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政治议员将这摆中一巡当作是检验林内文情的成果发表。其中议员詹培雅除了已向市民报告伊所争取的东区建设，嘛进一步以守护教育等主题提出各种式营养午餐免费等建言，向市长争取。议员詹培雅伫即届最后一摆总质询，以林内争取的东区重大建设进行总体检，当然嘛针对科学未来馆、中学路、拍通大东路等建设，要甲市府继续努力。其中嘛积极争取日本安藤忠雄建筑师来台南规划儿童图书馆，得伫东区来进驻一案。安藤忠雄主动释出为台湾打造儿童书馆的信息，一定。我会记得你讲哦，这张图是你欢迎哦，安藤忠雄来到台南。我知道我们文化局长也有写信，请他来落脚到我们台南，是不是？文化局长对吧？议员报告是市长写的信，是市长写的信。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就转寄给安藤忠雄建筑师。这样子，他也乐观，也想到我们台南市来建筑吗？所以我们都还一直在跟安藤忠雄事务所那边来联系一些细节的事情。好，你请坐，市长，这个图档是你的图档，是你的画面，你是不是更要努力的？安藤忠雄，他是我们国际的建筑师，他如果能够在我们台南市儿童建造儿童图书馆，我想应该都在我们东区。因为我们东区有37，咱台南市有37区内底，敢那东区是文教区啦，敢对？啊，你有信心无？有信心，我把有没有信心？让我们安藤忠雄带台南建筑我们儿童图书馆。我一定要努力来争取安藤忠雄先生为台南设计一个儿童图书馆。
另外，在守护教育方面，议员承认吴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所公布教育政策民调综合表现，台南是六都第一的好消息，来肯定市府，也进一步将对东区的英语情境教学落实，每一位学生都有平板，甚至各中小营养午餐免费定案，积极向市长来争取。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庚采访报道。迎接中秋，永康国小特别推出应景的特餐，当中营养师嘛家己带来麻豆文旦当作食材，加上设计参观活动，让学生透过时俗甲饮食文化来认识中秋。桌顶展示又香鸡肉、又炒时蔬等用文旦做的菜，边啊还佫有红奶酥，还佫有月饼。这是台南市永康国小因应中秋节推出的应景菜单，营养师选用三张一 Q 的食材，并且结合台南在地食材，除了让小朋友吃到节庆特色美食，也会当了解家乡的农特产。我们特别办理一个中秋节的一个营养午餐的一个推广教育活动，那也配合我们一个食育食农的推动，我们希望说有在地的食材。在地的水果可以入菜，我们麻豆的文旦可以加到我们的午餐的菜色里面，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一个营养的、更营养的一个菜色。我们今天的午餐好不好吃？好吃。那你要知道什么？小朋友除了吃了欢喜，学校嘛举办闯关游戏，带小朋友认识中秋节的由来，了解月饼的种类以及力量。啊，還有文旦的品种等相关知识，让小朋友一边玩一边学。透过很多的闯关活动，让小朋友去更体验了解我们营养的重要，还有结合我们的健康促进，也更可以去了解我们应景的一些月饼的一些热量，可以让均衡的饮食，让小朋友可以从这个活动中去好好的体验出来。透过学校的教育课程，让小朋友的饮食观念为餐桌延伸到三地，扎根乡在地吃当归的理念。希望小朋友会当度过健康佮快乐的中秋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湾有一名热爱刀剑的工艺大师陈元芳，因为顶级的工艺技术佮对材料坚持，可以入选美国500刀剑的艺术家，并且特别的是，伊佮将金属运用伫地具来创作并举办展览。也请大家九月十号开始来到苏卡艺术里程空间做会欣赏。热爱刀剑工艺的陈元芳制作刀剑四十多冬，熟练足侪项顶级工艺技术，以及对使用材料的坚持，让伊成为东亚地区唯一入选美国500刀剑的艺术家。本人有幸在这本的作品集里面。有出现过两把，这把叫圆月弯刀，这把叫做柳叶剑、柳叶刀。而为什么说每一个刀剑的喜爱者会喜欢上这种作品集里面的东西？因为它是顶尖，它是 top 的。陈元芳的刀剑剑身使用特别的金属，剑柄使用足侪项珍贵木材，并且剑也建成完美的平衡，带来全新的刀剑艺术。这摆嘛展出伊上得意的作品七色剑。我这一把是原创，我一直到坚持到现在我都没有卖，但是它的第二代复创的卖过很多。这个就是我的坚持。为什么要制作的不一样？因为这把七星宝剑里面金木水火土通通包含着。有的人做的七星宝剑，它只是一把取名为七星宝剑的七星宝剑，材料在我们任何一个工艺品里面，它所占的因素绝对是最大的，而不是技术者的功力。一个好的材料，它可以放个百年、千年，它不是问题。而我所用的，一定会有小叶紫檀、黑檀，甚至于蛇纹木，甚至于用到了金丝楠木，我都会把它用上。伊的作品不止刀剑，
伊还阁将金属运用伫茶果顶端，互饮茶的人嘛会当欣赏到茶果的工艺之美。我们要让我们生活品质，要让我们的美学概念增加，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器皿美化。而器皿美化的前提，一定是要材料好、设计好。所以我会把一个茶壶设计得非常的漂亮，让使用者他赏心悦目。这摆嘛，特别邀请台湾知名金属品牌，展示全新的金属样貌，让传统的金属成为艺术品，更加有运用 3D 列印技术制作立体的金属金牛，打破大家对金属的印象。展览将伫咧9月10日伫索卡艺术空间展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设计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是设计是用在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比较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涩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头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像我们去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
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每一冬在中秋透过议员蔡秀辉牵线，拢会联合真侪爱心团体来关心弱势儿童。今年已经迈入第13冬，针对南区甲安平区总共13间国小，和670位弱势儿童有鸡卵糕甲红包，配合正式观景，场面相当温馨。这项爱心行动会当持续13冬，确实无简单。发起的南区妇女会365爱心会，今年中秋进前，第二晚蔡秀辉的牵线，联合金神美赛主会、盐埕里爱心慈善会以及淡池郡王赛主会共同来赞助。主办单位表示，受疫情影响，在南区、安平区需要帮助的弱势儿童已经有670位。八个上午，13间各校校长嘛拢到场，代表接受鸡卵糕甲红包，见证一份爱心营团。在这里哈，还是要谢谢各位校长，把我们的爱心会传达得非常的好。很多的小朋友借有一张小小的卡片的一句谢谢、一句感恩，都会让我们有前进的力量哈。那我也很谢谢我们李俊新校长去年还专程让每一个小朋友做了。不是每一个，有一些小朋友做了他们的感谢函，那我们都感受在心头。所以让我们虽然每一次在筹募这个经费的时候都有点困难，但是也是推动我们向前走的一个力量。所以谢谢各位校长，这也是我们努力在这个区块，就是希望小朋友从小知道感恩，知道社会上很多人是在默默关心他们，在照顾他们的。所以如果从小知道感恩，我想这个小朋友长大也应该会知道要这样子去回馈社会。我可以感受到，其实小朋友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那在我们的社会上，其实有些小朋友家里经济状况不错，但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很需要帮忙的，这样子也有。非常的感谢我们淑慧议员这么多年来就是带领我们这些一些团体的朋友们持续的这个工作做了这么多年。那今年我们总共有13所的学校，670个小朋友会收到这样的一个礼物跟爱心。我想其实一个小小的举动，对这些小朋友的成长记忆过程当中都会留下不能磨灭的记忆。其实咱世间上经济状况很好的人其实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事情，做一样公益的事情。我们在这边仅代表13所学校的校长、主任、老师以及所有小朋友，非常由衷的感谢我们今天我们场上所有的伙伴们，你们的心意。爱心会结合正人力量来关怀弱势，上大心愿就是在孩童的心中种下爱种子，自细汉就知影通感恩回馈，嘛，让更加侪人愿意挺身而出，持续这份爱心。台南新闻官及林盈根采访报道。迎接中秋，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也办理中秋送爱活动，特别结合东门中心学习中心的烘焙班师生，共同制作300粒的月饼，将送到国家教育院，期待将团圆欢乐的气氛也带给大家。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每当中秋都会办理爱心活动，关怀弱势。这次所要关怀对象是位伫咧桂林区的五甲教养院，为了让因感受到中秋佳节气氛，救国团东门中心学习中心由烘焙班老师黄碧莲带领12名学生，为义兴制作了300粒月饼，让因感受到这份来自社会暖心礼物。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啊，在全台南市啊，总共有5个学习中心，那我们学习中心就是在推广终身学习已经40-50年了。那我们有内容有记忆、才艺、语言还有证照以及所谓的运动课程。那我们在中秋节这个前夕啊，我们有烘焙班的老师啊跟学友的一个帮忙来制作我们的中秋月饼，希望借由这个节日我们到五甲教养院来关心我们的院童。五甲教养院也由院长王义军出面代表接受这份充满爱的礼物，同时也准备了感谢状，会赠予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感谢因的诚心关怀。
真的很感谢我们那个救国团台南团委会在中秋节的前夕，然后办一个这样子的关怀活动，来关怀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院生。那也希望这样子的活动，透过像我们团委会这样子抛砖引玉，然后也吸引更多人，然后一起来关怀这些社会上的弱势，这一群就是漫飞天使。救国团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立中心学习中心，这些关怀活动就是台南市东门中心学习中心烘焙班师生共同的学习成果和爱心付出。救国团欢迎社会大众踊跃报名中心学习中心所规划各项课程，不但可以学习才艺，而且还可以做公益。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建平里每一冬三节都会办理关怀弱势活动，今年中秋同款准备了生活物资，要来送予里内弱势家庭。其中善心人士甘文清甲敖淑芬，因为认同里长的理念，嘛加入即摆中秋关怀，希望抛砖引玉，予社会充满爱甲温暖。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伫春节、端午、中秋等三节拢会关怀里内家属，好，今年活动更加暖心，因为新加入两位善心人士，一位是安平国小人事主任侯淑芬，因为甲建平里长保建峰是社群好友，也加码送来油啊，或者弱势家庭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关心。但侯淑芬因为上班时间无方便外出，所以特别委托学校志工陈丽婷代为关心。我是代表我们安平国小人事处主任侯淑芬主任。那因为他跟我们副理长，他是一个网络交友，就是网络社团的那个朋友。那因为呢，我们副理长经常做这样子的善事呢，所以这次他也特别响应了捐助的活动。那这次呢，因为他在上班时间他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委托我陈丽婷来代表他那个来做捐赠的仪式。另外一位就是建平里滚球办成员颜文清。因为时常来建平里打球，知影建平里有一个爱心捐助，所以即届特别买关庙面、豆油、沙拉油以及现金5000块，要来赞助公益。我就只要发现就讲，这副理长对这个有这设这个爱心基金会，我有看到，我讲，安尼袂歹呢，这副理长会当照顾一下弱势的团体，我嘛拢至少会当甲。查理有言哦，加减给赞助一下，好知影，才有才需要才弱势这些人哦。以前我嘛是有艰苦过但是我唔是讲即阵唔是讲做辅助，嘛是小康会得过尽量会当帮助这些弱势者。建平里长保建峰表示，每一冬每一个家属里好，第三节拢有600块红包，以及一份物资，包含现金总共大约有1000块的价值。爱心活动到现在已经维持有八天的时间，这次的中秋关怀有果将关怀42号，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快乐过中秋。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九月八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